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 Gobi 啦。今日咧本身系同大家分享呢个五件最值得噶嘛。上个月其实就冇乜好多好特别嘅嘢，咁所以咧五件最值得咧系会 skip 一次，咁反而咧就住今日又咁啱系月头第一个礼拜咧，就同大家讲下 iWork 嘅28周年纪念行紧好多折头优惠嘅时候咧，就谂住 compile 一扎我觉得大家可以參考一下的 product 啦，咁啊整咗個 Excel 表咧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呢條片咧亦都係好短嘅，應該3-2分鐘嘅啫。28周年佢哋有啲咩做呢？咁其實咧佢哋就會就住唔同嘅 category 咧，係喺特定嘅日子咧有72折嘅優惠嘅咁啦。咁上個禮拜好似有啲 oral care 或者 BB 嘅category 咧已經做緊72折噶啦，咁啦，咁今個禮拜如果大家係喺呢個時候睇緊呢條片嘅話咧，應該佢成個 weekend 咧就行緊beauty 同埋 bath and personal care 嘅72折嘅。咁我就特登就住我以前一啲我中意用嘅產品啦，同埋喺我五件最值得嗰度出現過嘅一啲產品咧，咁我都 compile 咗一個 Excel 表啊，咁純粹俾大家參考一下，等大家容易啲揾翻出嚟嘅啫。咁裏邊咧大概有30零。件產品咁啊，由 skin care 到 body care、hair care、防曬、生活用品，甚至乎食物咧都有。係啦，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 ，click 翻落去嘅下面個 description box 嗰度睇個 Excel 表啦，會將個 Excel 表嘅連結咧擺喺留言區置頂嘅，咁應該方便到大家去睇嘅。相信大家如果有即係 keep 住睇我五件最值得咧，嗰啲產品應該對大家嚟講唔陌生噶啦。我都係 keep 住會買，同埋我自己覺得好用嘅產品嚟嘅。Excel 表嗰個資訊咧，我都應該會不定期咁 update 下，因為遲啲今個月份佢做緊28周年啦，下個月咧已經係月尾又嚟個 Black Friday 啊，會不定期咁 update 下嗰條 link， 咁啊，希望幫到大家揾一啲啱用嘅產品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，就記得撳過去睇下啦。咁今日嘅影片咧就簡簡單單去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喜歡嘅話咧，記得俾個 like 我啦，留言留個心心啦，同埋將呢條影片咧分享俾你覺得有需要嘅朋友啦，或者將個 Excel 表分享俾你覺得有需要嘅朋友啦。咁今日嘅分享去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有一個開心、愉快、安全嘅週末假期啦。我哋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